倡议环保新主张板。请问江良喜先生，为什么想从事这项环保创意作品的创作？这个就是要自己的兴趣。请问您从事这个环保创意作品的创作多久了？大约差不多在十年左右。请问您未来还想继续做这种创作吗？有时间的话，我也希望继续做下去。如果有客人看到你的作品很喜欢，想要跟你买，你会卖他吗？反正今天这个物件吼，数量也无多啦，啊，就是讲到那食久咧办活动吼，啊，就去咧展览展示，咧互看咧尔。如果有人想要跟你学这项手艺，你会跟他收学费吗？如果大家若是有兴趣吼，我会当免费甲恁教，啊，大家分享给大家，吼，啊，恁来若来学这个，啊，学咧，恁若会晓的时阵，你袂当出去外口分享给别人啊。啊，譬如讲，做这个，哦，咱这用那个废弃物吼，啊，提上来，这电线兼迄个包装袋，啊，咱去提上来做这个鱼竿，啊，嘛正水啊，啊，佫减少地球的粪扫，佫减咱空气污染，拢有关系。啊，就这澳洲头，这路边看到是无啥好啊，等伊啊嘛是电器，啊，咱减少上来，啊，这洗好清洁，正水啊，对无？啊，这个所以讲这个吼，大家学会，分享给大家安尼。